中国时间下个月4号开始，香港市民前往英格兰必须接种新型肺炎疫苗，入境之后先至可以免隔离。 英格兰现行采用红黄绿三级制，将会只保留红色名单。抵英前10日之内曾经到访红色地区嘅人士唔可以入境。由香港前往英格兰嘅人士必须持有列明出生日期嘅接种疫苗记录，抵英之后先至可以免隔离。第二日要进行检测，而冇打针嘅人就需要自我隔离10日，第二同第8日要检测。 食物及衛生局正係着手更新本港嘅疫苗接種記錄，依符合有關要求。美國、英國同澳洲組成新聯盟，並協助澳洲。